六年级学生英语考六分。开学可要上学了？有啊。上学干什么？你去上学干什么的？学知识的。学知识就考六分呢？啊？嗯。什么啊？知识不跟你来呀、啊？不是啊。啊。还老师了。还给老师了？嗯。老师收了。嗯。说什么什么鬼话？还给老师了？你考这六分呢、啊？可能对得起人呢？能不能对得起？就不俺就不讲人了。你能不能对得起俺们家那三辆三轮车？天天拼命跑，拼命跑啊！我差点就迟到了。哦，还跑迟到了？你怎么有脸笑啊，丁丁？那脸不是肉长的。考试的时候你干嘛去了？干什么去了？考试啊。考六分。嗯。还考了要命的，我眼闭上我都能考六分。那你闭着考。你是不是屁痒痒了？啊？是不是屁痒痒了？我问你。一家人忙跟兔老奶奶似的，围着你俩转，转到最后转六分回来，啊？那九十多分的，跑丢了。嗯，不跟我跑，跑三圈子了。跟别人跑了。你再给我讲一句话，我要不给你脸打到你脊后，你看我还能给你脸扇到后脑勺？你还不如不考嘞，考试那天还浪费试卷。知道吧？你围着围裙干嘛？啊，献殷勤啊！围围裙干嘛的？都说不要生气啊，不要太在意小孩的成绩，不要因为小孩的成绩去生气。我也不想生气呀、啊。你这六分实在是说不过去啊，这六分呢、啊、可能对得起你每天中午跟学校吃那饭的，又是吃鸡腿又是吃肉丸子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应该是第一名了吧。啊，还有人比你考更少吗？不要点头哈腰的。这过年本来心情高高兴兴，这一下就心情不好了，整个人都不好了。这六分你说俺、啊、怎么上街买牛肉买羊肉买奥龙买暴龙买虾买什么，怎么买？老板来200块钱牛肉。咦，我儿子考六分还吃个屁呀、啊、买6块钱牛肉。还好意思讲话，还好意思讲话，要给我我都能给这试卷给切切剁剁炒炒给吃了。我跟你讲，知道是，你怎么不知道？丢人呢？丢人丢怎么写的？不看到你不生气，还站着干什么呢？